哪一段呢？我最喜欢唱的话就是小火毯。啊？小火毯。小火毯。小火毯是哪一首歌？有没有别的歌？还是任何其他的歌曲，广东歌也好，广东歌也可以。广东歌啊，有没有歌？小火毯呢、啊？小火毯。小是上海滩呢、啊？哦，上海滩。没想到今天最大的梗是由傅公子做出来的。我们好好唱小火毯好不好？原来是上海滩。加油加油！Good evening, everyone. Everyone in Guangdong, welcome to tonight's party. We are the host of tonight's party. My name is Ken, and this little lovely lady on my left, her name is Pink. 广达绝对是最亮眼的一颗巨星，同时也是领航者，位居龙头老大的位置。好、哦，这是当然的。在龙年即将要来到的时刻呢，我们广达已经连中三元了、哦，成为笔电龙头嘛，是啊、哦，云端龙头、AI 伺服器的龙头，这一切都要感谢我们现场所有广达人呢、哦，在过去一年当中辛勤的努力和付出，才能有这样子的成果嘛。准备好。温暖着头，头压平起舞蹈。